其实女人想谈恋爱，男人不用猜，他心里很明白。如果一个女人，她对你有意，她会用这三种方式来表达，即使她不说，你也能听出来。尤其是第三种，如果她没有做，那么你们大概率就是不了。第一，她会经常性的忽略你。其实女人最讨厌的就是被忽略，男人也一样。如果一个女人，她对你有意，她不会经常性的忽略你，因为她想你在她心里有分量。可如果一个女人，她对你有意，她却经常性的忽略你，要么是把你当空气，要么是没把你当回事，反正她心里很清楚。第二，她的朋友都会问她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当一个女人她对你有意，她的朋友就会问她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因为她想听真话，她想你知道她的感受。可如果一个女人，她的朋友不会问她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要么是她根本不想知道，要么就是她不把你当回事。第三，她能为你拒绝别的男人。其实女人都渴望被独宠，被爱护。如果一个女人，她对你有意，她能为你拒绝别的男人，因为她知道你珍贵。可如果一个女人，她对你有意，她却不能为你拒绝别的男人，要么是她不珍惜你，要么就是她不想你为难。如果你能猜到她做了什么，那就说明你真的很懂女人。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。